我是两个钟头。我想他去医院嘛，我在这里等着。那个瑞金医院这个肯定有的有的搞完，对吧？瑞金医院一个小时就跑了。我做好准备。今朝我觉着可以看你出了自己的。前头人哦，看了九分钟，我等了三分钟就拿我打出来。侬，侬不算啥毛病。我中过了。老大爷。叫阿爸，我一会叫阿爸。我不管了。